有。三国前期有卡特，可太猛了。我觉得赵信的装备应该是龙爪科技枪，然后加个帽子或者是水银，这都可以。哎呦我操，这么多猴！三只猴，我先给他锁一手。但这轮给装备呀，我先给这几只猴锁一手吧。我把这猴，我先给卡特上个装备。好多猴啊！一会儿来个天选猴，带个天神，我们直接就干了。御剑仙我就不要了，你给换个决斗大师我可能都拿了，这就不要了。能不能先杀恶飞流失？没有了，你怎么都给一半不给了？这猴得给个猴呗，能不能再给个猴？那猴上来给这么几个不给了，不搞笑呢吗？还有这卡特上来给一个，然后也不给了，不给三国了，一个包女加一个该轮，两个该轮，我这大棒能喝啥呀？拿个大剑呢？看我这猴狠不狠？哎。给我扎死这个咖喱哦！猴给我晕他！
跳那猴。大棒能合成什么呢？我就拿个大剑得了。咱也可以玩狼人，然后咱也可以玩三国，这都可以。魔抗小法师居然没人要，可惜了。我操了，给我来了个月神，真膈应啊！这月神厄斐琉斯。可老猛了，转月神呢，但是没攻速装备也不行，你知道吧？厄斐琉斯得要攻速装备。哎，好闪避。算了，不要了。没有攻速装备，你咋玩啊？这你得有攻速。你要想玩这个，你就得有攻速。没有攻速，玩不了。猴也不给了。这猴前期就来这么几个，然后就没了。三国也没有了。你说，哎呀，真是头痛啊！猴，这猴居然是伊菲卡，没想到，这家也太拉了吧！这家干哈呢？终于见着一个比我还拉的人了，不容易啊！挂机了呀，天神武器大师，来吧，天神，先把这仨上了啊。这边应该能给钱，没事。没狼人，不着急啊，没有狼人不着急的。腰带还可以。又给个猴。行啊，猴这把是升三了，猴。看看这装备怎么合，给这狼人。
春哥呀，春哥正义之手，行不行？那就春哥先给了。春哥正义之手，羊刀，羊刀也行，可以。给点装备。三星厄斐琉斯可太猛了，把这包女儿撇了。好，差一个猴，差一只猴，差个狼人。没有泰坦怎么玩？没有泰坦也能玩啊，干啥不能玩啊？有啥不能玩的呢？要么就春哥泰坦加上正义之手，反正都可以。不行，羊刀先不要了。我去凑一个，我差一个猴，就一个，快给个猴，先给个狼人，再给这猴，狼人，狼人没办法天选了，没关系，反正攻速咱是肯定得要的。第一个狼人，第一个狼人，把他们也算上，差一个狼人，我们直接起飞，七星口开地啊，七星口在地。那刀锋就差一下，我真是佛了啊！哎呀，这刀锋差一下，给我那个卡特给我杀了，要不然刚才这波能赢的。其实，石像鬼怎么合？大魔抗加大护甲跟英雄联盟一样合呀？能不能给这猴？这轮打完狼，我们升级。完了，连败断了，操了，碰上倒数第一了。哎呀，也行吧，往好处想，我们少掉点血。哎，往坏处想，就是钱少了。钱少了2块钱，少了1块钱。如果我输的话，
那么加两块，如果我赢了的话，加一块钱，少一块钱，啊，还行。快点来呀，狼人，狼人！你好啊，爱人。我不太好，快点给我狼人，我不好。哎呀，天选劫，夜影天选劫，锁着甲可以，大剑可以，女神泪可以。都可以，快点给狼人，受不了了，给狼人，快点，快点。Nice。你们觉得羊刀厉害还是泰坦厉害？泰坦，那就泰坦吧。这个猴，我决定给个龙刀。这大猴，猴一个 Q 打600多，哎呀，咋不恐惧呢？恐惧没恐惧到这劫，恐惧到这劫，这波赢了。升级找个啥呢？好像只能找猎人了，找斗士已经没用了。我决定这狼人跟猴放一块儿。宗师啊，可以上个宗师也行。不，这狼人咋不动呢？这狼人。咋不动呢？这大狼人动两下啊！宗师、耀光使，这都可以。我决定给猴一个帽子。给猴什么帽子？这不，这。永恩搁这儿呢吗？这不，回来直接给我来个刀锋，再来个
拉克斯给了个小胖子，别别别，小胖子，小胖子，小胖子，那就不用给猎人了。你们觉得狼人用不用给猎人？对，上来先整个宗师，减减攻速，耀光石也可以。我操，他也天神呐！哼，没用，我狼人带春哥。不给猎人了吧？不给了。加宗师加耀光使，这都可以，不给猎人了，上点 buff， 省着那个个前排顶不住，这狼人切不来。你看这努努，是不是有点傻？傻小子，永恩给鬼叔一会儿的吧，等打完这个峰会鸟的。全部给我恐惧。恐惧几秒的狼人，恐惧 1.5 秒。等打完这大鸡的，能不能给嫖个狼人出来呀？这死活就一星啊！外面几只狼人呢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五六，六个狼人了。拉克斯直接升了，给的啥刚才？哦，给的英雄。拉倒，我们也升，赶紧升完找狼人，这狼人找不着了又。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让他们知道坠落的感觉。任务开始。上小黄毛行不行？行。科技枪。狂徒。鬼叔即刻。科技枪。鬼叔即刻。鬼叔即刻吧。鬼叔即刻能好一点。完了，这把狼人永远的一星了，咋整啊？完了。莫干辣可以有御剑仙，小黄毛没有御剑仙，你们觉得要小黄毛还是要莫干辣？
要贵的。狼人我估计永远的一星了，狼人估计是没有了。哎呀，那有些弹幕就贼烦，你们知道吧？这有的弹幕他就贼烦人，他他妈看着啥他都想要，我操了，他一会儿来个鸡蓝他还得跟我说两声鸡蓝，还得跟我说两声鸡蓝，你我要那个鸡蓝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你说，哎，头贼痛，看着啥都想要，看着啥都想拿，整的贼干扰我，你知道吧？这咋全是未命中呢？我操，积木！不要这小黄毛了，我们要这莫干辣，还能捡点魔抗啥的。我直接来个莫干辣吧，给我省点钱。两宗师是不够用了，两宗师再来俩耀光。还能整个御剑仙，挺好，腰着卖了。宗师三个提升太小了。这攻速咋这么慢呢？这狼人，哎呦我操！这永恩这一波，永恩这波立功了，还得要这玩意儿呢。我估摸这狼人肯定是没了，啊。这家差一只狼人，这家已经二了，这是一家天神。我爷这狼人跟武器大师玩一玩去，小胖子站后边点，哎呦我刀锋一顿给我缴械呀，我这要是二星狼人我把他们全杀光，真的实在是狼人没二有点拉，说实话狼人没二星无论是从血量来讲啊，还是卧槽又给我来个天神，天神永恩能行吗？可以啊，但无法凑成九八天神啊，能八天神，再来个那个什么玩意儿呢，再来个蛤蚱，天神永恩有意见没？我这都赶紧滴一滴了，我操！时机到了，一次挑战。
没遇见吧？快点给个狼人二星，行不行？这50块钱连个屁都没递出来，我操了！我蛤蟆还没上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，给我气坏了，真的。这波给我气够呛啊！真给我气完了，这不要努努啊，也行，把努努下了。哎，我都不如升级了，我操，真的。但我地都地了，我就这么地儿吧。这狼人属实是太坑人了，真是太坑人了，我操了。真他娘的坑人呐、啊！这真坑人的狼人，可太坑人了，不像个人呢。踹飞了，直接踹飞。那踹飞了你就打不过我了，直接一脚踹飞了，他死了，狼人来了，好像他死了，狼人是不是就来了？他死了，狼人也没来呀。我日你哥了，你要再他妈给我打电话，我就把你杀了！我告诉你，你天天你好你好的，什么什么，不是傻逼，天天他妈保险给我打电话，我没有保险。劫三了，我估计他应该是吃鸡儿了。早上八点七点钟还是几点钟我忘了啊，给我打电话，操了他妈给我吵醒了，可讨厌厌了，还整的还是个机器人，接过那种电话没？来个春哥蛤子。终于狼人来了一只，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呐、啊！不是他这个飞流失站这儿是啥意思？他是不是有点瞧不起人了这？这他往这里站，锁一锁吧，锁一锁，我估计我也活不下去了。太瞧不起人了吧？啊，这我没了，我打不过他，他的劫太猛了。我没了，这小子就第二。聚聚，结个账啊！递了70-80块钱呢，没有一只狼人。